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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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随之难度呢，就有四种祝愿呢，四种祝愿，四种能力。那么四种祝愿当中，第一个是这个心界力，就心界力，也可以叫这个希求力，就希求力。那么这个希求力呢，就是没有的这个过患和希求力具有的功德，就两方面来阐述。今天讲第二个问题，那么。今天这样的内容，宋词当中这样说的，佛说一切善根本为心结。那么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有关的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呢，都一再的这个宣说啊，就是我们一切的这个善法，就像这个供养啊、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六度五安行，以及呢就是身意地和四速地的一切。这三根的根本呢，
就是这个信戒啊，就是信戒。因为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慧海清文经》当中也这样做的，诸参之本即是信戒啊，就是说佛陀呢，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一切这个三根的根本，就是一切三法的根本呢，就是信戒。然后佛陀在这个《文殊庄严刹土经》刹土庄严经当中呢，也说了这个教证，以前也是应用在很多的这个论点当中，这个诸法有眼神，注意意乐圣啊，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这个意乐呢，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修习任何一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修行能不能成功呢，关键看他的这个意乐啊，就如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意乐的话呢，那这个修学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也必定会是成功的。所以堪布根慧的那个就著书当中呢，也说了一个人的这个修法就是成不成功于呢，主要是这个积极于他的心戒啊，就是心戒。比如说一个人有这个上等的这个精进啊，就上等的精进和这个心戒，那么就是他呢就变成这个最上等的这个修行人。如果一个人呢有中等的这种这个希求心啊，依乐心这个心戒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变成一个中等的修行人。如果一个人呢就是他具有这个下等的心戒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修行人呢变成这个下等的修行人。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自己的意乐，自己的兴趣呢，的的确确是在这个街头当中啊，就是起这个关键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们这里大家就是在大慈大悲这个佛说的这种这个金刚语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一个这个不行的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因为以这个真量成立的，以真量成立的这样的这个金刚语的神圣的内容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啊，就是思维佛陀呢，就是说是我们一切善根一切解脱的根本，就是说是这个意乐心结。那么这样的这个心结呢，我以前没有的话，现在应该就是相尽一切办法，就是在自相续当中呢，就是引发出来。下面就是具体这个引发这种这个解脱印的这种方法呢，就是有光说。那么下面的这个课盘呢，就是分为略说和这个光说，就是摄意。其中这个略说呢，就是在宗文当中这样讲的：行其本子为恒死业影果。那么刚才讲呢，就是这样的这种心结心呢，就是不可能使这个平白无故就是出现的。那么它肯定要依靠一些这个因缘，这种因缘呢，什么样？就是
那么就让我们呢，就是应该就是知道是它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因。那么在这个颂文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刚才讲了，一切三法的根本呢就是心结，心结的根本就是它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注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恒常的就是四维。就深深的这个思维，这个业因果的这个关系啊，就业因果的关系，那就是对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是真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如果就是通过各方面来就是了解就是三有三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就不虚的因果这个规律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呢，真的就是自然升起来啊，就是业因果呢，就是丝毫也是不虚的。这一点呢，就是佛陀也是这个说的非常清楚，而且不仅仅是佛这个说的，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轮回当中呢，是的的确确是有不能违背的如实的一种规律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如果你相续当中升起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心，也并不是说啊，别人说是业因果存在啊，肯定是存在吧，就是别人说是不存在。可能不存在吧，就是这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圣心，就是又不懂得这种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呢、啊，就是业因果方面呢，就是如果有一种不推转的不懂的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对佛法的信心啊，就是对这个解脱的这个心结心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出现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这样这个出现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学佛和皈依呢，就是也是这个表面上的。下面光所当中呢是这样的，这个中所这个还被业果和还有这个光所比等特殊之果，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的。首先就是第一个啊，同苦不与以种种诸为举，所求不损随，皆从细最深。那么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恐怖以及这个不顺利的事呢，全部是我们昔日这个往昔所造的这个罪业啊这个产生的。什么样的这个痛苦呢？大家也清楚，在这个学过居士论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痛苦呢，一般来讲，这个分这个心的这种痛苦和这个身啊，就是这个身体的这种痛苦啊，中观四百论里面说是这个大人呢，就是有那个心识的上面的这个痛苦，而这个小人呢，就是有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痛苦。居士论当中呢，就这个所谓的这个身苦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无根啊，就是无根这个群体当中所产生的这个痛苦。
痛苦呢，就是叫做是一个肾苦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刺痛啊，或者是你的那种这个五根这个群体当中所产生而这个引起来的这种苦呢，就叫做是这个身体当中的痛苦。然后这个心识的痛苦呢，我们这个心识呢就是发生就是不乐不娱乐不忧愁啊，就是这个叫做性苦。那么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不管是身体的痛苦啊，心理的痛苦啊，全部的这个来源呢，应该说是前世的这个造恶业而这个产生的。还有种种这个违矩啊，就世间当中就地水火风的一些这个恐怖啊，还有一些原地的恐怖啊，非人的这个威胁啊等等，就是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违矩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天黑了以后呢，就是不敢出门呐、啊，或者说是那个早上来上课的时候没有电筒，就是路上害怕，就是这个有各种这个什么那个恶格啊、恶人啊等等，就是那这些这个恐惧啊，实际上呢，就是全部也是这个前世的这种这个果报这个出现。中观方法论当中也是这样啊讲的，就是今生当中的这个短命和恐惧和以及这个非常难忍的这个地狱的这些痛苦呢，全部是前世这个杀那个耶稣当当，就是这样的这个果报这个出现的啊，就果报这个出现的。世间的一切恐怖的因呢，也是这个往昔的罪而这个产生的。那么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不顺利啊，就是平时我们比如说就像获得这个地位啊、财产啊、饮食啊就许许多多的这个需求呢，就是始终都是不能如愿以偿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出现种种的这个违缘，就是障碍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讲到的这个人生当中有这个生老死病啊这个挨饥离苦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所需求的得不到啊，就是当就是又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这些痛苦的这个来源呢，也实际上前世当中我们这个造的这个恶业，当然这个造的恶业的类型呢就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详细的因果类别呢，唯有的就是大悲的佛陀的这个无碍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才能就是通彻啊，就是才能照见。
下一个宋词呢，就是说这个新词散发的这种这个国宝啊，尤其说散时啊，就说是散，无论这何处，福宝界限前，拱以山国德。那么我们如果这个心这个一了呢，就是善法啊，就是心呢就是善，然后呢就是塑造的这个业呢，就是也是这个善法，就是也就是说是依这个什么就是心慈这个三法的这个依了所引导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啊，就这样的人的话呢，无论是就是专圣到何处，或者是你到哪里去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这种以前塑造的这个福报，就是造善业的这个福报的这个福报的这个过呢，就是在这个现前在你的面前的，这是就像是一个呢就是这种三国呢，相当于是一个人呢，就是对你这个进行这个供养一样的，就是始终是这个福报呢，就是不会就是放弃的。因此我们平时实践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公平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遇到一些这个书生的一些对境啊，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佛堂里面做一些这个装饰品，就是供养，然后自己这个发愿的话呢，在这个神圣事实当中呢，就是也是是这个福报呢，就是一直在这个跟着他，就是现前啊，就像是一个就是佛经里面呢也有这个供养呢，就以前我们这个造的这个福宝就是三业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造的这种福宝的这个造的这个三业的话，那个福宝呢就像亲人一样呢，就是始终都是跟着你的啊。就以前在这个佛经里面就是有这个白衣比丘尼的这个供养吧，就是大家也是清楚，也是这个前世的这个福宝。还有以前呢，就是有一位这个比丘呢，就是他那个树林呢，就是出现金币，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福宝。因此历史上的很多的这个人呢，有时候就是不是刻意去就是做的，就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钱财也好，势力也好，就是一下子就出现了。额图碎丘勒，燃指一切愁，嘴宝界现前，疾苦梦璀璨。前面的这个宋词呢，就是这个不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相反这样的这个宋词呢，就是这样那个造恶业的人呐、虽然呢就是求安了，但是不管是到哪里，就是他的这个罪报呢，这个罪业的这个过报呢，就是现前在他面前，而这个受严重的这种痛苦。这也是我们知道，就是世界上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是希求这种这个快乐，但是真正如愿以偿的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少。有些人呢，今生当中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希求这种快乐、安乐、幸福，但是到了哪里呢，就是不顺，就是然后二这个过饱啊、痛苦啊，就在这个他面前这个现前，像以前的一些大的说讲的一样的。道的虽隐呢，虽然不是用道的这个割开一样，就马上这个罪报这个出现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就像是腐老毒药一样的。我们这个腐毒药的话呢，那么当下不一定马上有反应呢，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过肯定会这个成熟的。同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呢，就是不管是在哪里，就是造了什么样的这个业呢，都会这个过报这个先前的。
佛陀在这个毗那喻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讲的，就是就是何人呢，就是为求乐欢喜而造业啊，就是何人为求乐欢喜而造业，闭嘴一俗过，哭泣而感受。意思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欢欢喜喜的这个造了业，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罪过啊，他的这种过报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是会这个感受的。所以世界上的很多人呢，不懂这个因果概念的人，认为哎，就是自己呢，就是造一点这个业是没有什么这个现在也是就是看不见什么。尤其是有些恶人呢，他认为是现在这个造业就根本看不到一所过报，就是随便造。但实际上呢，你寄生当中看不到，对来是不可能就是看不见的，一定会是在你的这个身心当中呢，就是会这个感受的。所以《交王经》当中呢也是这样，就是说的，就是国王这个临死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眷属和亲友呢就是带不走的，但唯一的这个业啊，就是业呢，就是就无论到哪里去的话，就是跟着你的啊，就是紧紧的这个跟着你的。这个业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满业和这个应业。所谓的这个应业呢，我们一个众生通过自己的这个业呢，就是让他这个因生在一个地方，就是专生在一个地方，就这叫做是应业。所谓的满业呢，就是刚才因业所生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所感受的这个苦乐呢，就是叫做这个满业。比如说这个俱舍论当中的话呢，就是因业是善的，就是满业也是善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专生到这个三趣当中，然后感受这个人天的这种快乐啊，就这个淫业和满业都是这个快乐的。然后淫业也是恶的，满业也是恶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一天造恶业，就是然后转生到三恶趣当中，感受就是三恶趣里面的各种痛苦，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淫业满业都是这个恶的。然后淫业是这个善的，满业是恶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感受到一些这个人天的，就是先转生到这个人天当中，然后人天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身体什么这个疾病。就是贫穷啊，以及这个感受别人的一些这个威胁啊等等，就是这样的痛苦的话呢，就是淫也是善的，就是转到人天当中，但是满也呢就是是恶的，就是所以在一直这个感受。那么淫也是恶的，满也是善的，有这种过报的话呢，就转生到善恶趣当中去。但是转生到善恶趣里面的这个满淫也呢，就是是这个恶的。但善恶趣里面的有些，尤其是地狱里面有没有快乐的众生不知道，但是一般的就我们旁生当中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恶鬼里面的话呢，就是经常受报偿的这个恶鬼啊，或者是旁生里面也是有些牦牛啊，有些大象啊，就是好像看起来过得特别快乐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满也是这种善的。
Bandar gara banna sadar do.